本节目由方特主题乐园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逼。今天我们尬聊一个综艺节目《72层7楼》，由三叔担任总设计，号称2017年最受期待的综艺节目啊，不是最公期待的吗？南派三叔我很了解，三叔。啊，是不是这个三叔？下次哈，谁再把你小说拍得那么烂，你也可以一言不合就开怼。你要相信哈，到时候你身后万千书迷，包括我一定会声援你的。别的不说，到时候你只要开怼，我在微博偷偷给你点个赞，哎，还是可以的。这个节目啊，固定嘉宾其实说实话选的还挺好的，吴亦凡、吴磊、任达华、王小利这阵容啊，粉丝圈可以说是有舔屏的，有热爱熟男的，还有热爱乡村爱情。咋的，乡村爱情覆盖面多广啊，其地位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相当于美剧的《权力的游戏》、刘氏家族、赵氏家族、谢氏家族、王氏家族这四大家族围绕着象牙山铁王座展开的激烈斗争，你们根本就没看懂，我跟你说。当然，今天咱们主要讲的是72层7楼。等哪天我开一个《乡村爱情之权力的游戏》，再给你们掰扯掰扯。既然叫尬聊，那我得说一下这节目尬在哪儿啊？这个游戏的设计环节，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字，就是看心情。特别是这个石猴环节，背后出现个冷字，然后就看到一帮老爷们儿紧紧的抱住他，说给他温暖。我当时内心毫无波动，甚至还有点笑，这也能过关。然后一秒钟之后，我就被啪啪打脸，哎，就是这样过关的。哎呀，666啊！我就想哈，他要是热，是不是得来块冰棍呼他脸上？要说出彩的，还要说我们吴总啊，吴亦凡。在这个节目里一言不合就 rap， 最经典的还是面馆那段啊，一战成名。真的，你以后别惹他哈，要不人家一个电话叫几百个人在你家门口 face 到，你就说你害怕不？赵丽颖也是哈，以前就听说挺能吃的，这节目里是释放本性了，是挺能吃的。下一次有美食类的节目一定得请他，节目效果杠杠的。后来呀，楼都没了，直接跑方特主题乐园去玩了。那你应该叫72层方特嘛？到了过山车那里唱歌，各位大神不停的各种神歌名啊！你要去的是吗？至少没有你，至少还有你。这首歌是这样的啊，11000年以后，11000年以后，11000年以后。唱的时候啊，频频走调不说，华哥就会一句：“给我一杯矿泉水。”给我一杯矿泉水，给我一杯矿泉水，给我一杯矿泉水。哇！啊，还有啊，从头唱到尾。我看呀，别比这个分贝了，要不比惨吧。到了水上乐园玩造船，哎呀妈呀，水上乐园你说干点啥不好？那多好玩的地方，他们玩造船，一看就是没有生活经验。水上玩骑马打仗最好玩的，你看他们啊，这个造船可以说白瞎这个地方了，其实就是人压在气球上，然后用脚蹬，干脆哈，后来就直接站水里跑。那船的作用请问是啥？但是任达华老师一大把年纪，说真的哈，海陆空三栖这么拼也是真不容易啊。然后是在《梨园游记》里的游戏是找箱子，最后演变成了陕北特色文化艺术腰鼓。哎，可以很好，结合了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这点还是值得表扬的。后面的游戏基本上属于你一听名字你就知道不可小视的女娲补天，女娲拿他们几个补天，那天都塌了。其实和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差不多。还有一个神州塔跳楼机，没错，这个就是跳楼机，我以前管这个叫脱离地心引力。哎呀，小时候哪玩过这么高级的，我小时候玩的最嗨的就是从2米来高的土坡往下出溜哈，那时候也挺爽的，就是废裤子，玩两次裤裆就磨破了。现在人家这个好几十米往下蹦的还带 AR 技术的， AR 这玩意儿和 VR 差不多，一个叫增强现实，一个叫虚拟现实，反正用通俗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增强你吓尿的几率，一个叫增强你吓尿的频率。我也玩过一次，陪我小外甥。这个游戏我觉得往下掉的时候是很过瘾，但是慢慢往上升的时候，我头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吓尿了，就是两腿中间总有股莫名的尿意想要发泄。后来我就发现这个72层7楼的关卡基本属于我小时候玩的那些，比如啥跳格子啊、跳鼻筋啊、打弹珠啊，
先啪叽，一二三木头人，老狼老狼几点了？打沙包啊！现在想想，虽然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没有电脑手机，但是那会儿玩的游戏啊，感觉特别好玩，比现在玩的任何一款电脑游戏都好玩。现在我们长大了，再去玩这些好像就有点不合适了，是吧？你顶多是哄孩子的时候你配合一下。那么，当我们想要体验游戏的乐趣，又不失尴尬的玩耍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方特主题乐园了。方特主题乐园又有当下国内热门动漫 IP《熊出没》项目，以及先进的 VR 技术，让大人和孩子都能愉快的玩耍，而且在互动之余还能体验明星同款娱乐设施，切实感受到拍综艺节目的乐趣，增加与家人的互动，增进彼此的感情，实在是居家旅行、夏日消暑、阖家欢乐必备之处啊！同学们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来方特，给你72种快乐。